波蝶涟漪，随风跨雨小惊奇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拘，破天际天间此刻谜题，轻落幻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灵犀高歌心万里，少年梦逐浪如尘，云长心间可年轮，年方怀赠与伤痕，但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护送棺材的是雪月城大弟子唐岩。这么说，黄金棺材已经从寒水寺出发了？是，最近江湖上突然冒出了很多关于黄金棺材的谣言，说这棺材之中隐藏着一个秘密，破解这秘密之人能够一统武林，很多势力都闻风而动，准备抢夺。方丈，您没事吧？方丈大师，师傅，方丈，你做什么？方丈走火入魔了。
是仙尊，一念又生了魔魂。啊，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明德二十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忘忧圆寂了。哼，某些人要坐不住了。最近江湖上突然冒出了很多关于黄金棺材的谣言，弟子已经查明，谣言似乎是从宫中流传出去的。哼，不是赤王就是白王了。太子之位一天不定下，他们是不会安分下来的。若是永安王还在，那便好了。五年了，你究竟去了哪里呀？永安王萧楚河。这雪落山庄是这方圆百里唯一的客栈，按说生意应该不错，可现在这客房都是漏风的，您看是不是花些银子修整一下，这样也……你懂什么？我萧瑟的客栈要的就是风雅二字。咱们的雪落山庄背靠青山，面朝绿水，如果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就更显风雅了。这才是旅途中的人热衷的感觉。啊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呀？唉，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了。哎，啊，哦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你看咱们老板这境界，这么大雪，咱们看着就是一片白茫茫，可老板就能看出意境来，这就叫文人骚客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老板这状态，一定是灵感激发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？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百里之外红鹿镇上的陈老板怎么还不一致啊？提过几次。看样子应该是在推敲遣词用句。咦，咱们小声点，别打断老板的思路。来客人了。这大冷天的，这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啊。哎，看清楚了，他身上穿的单衣，那可是凤凰火的料子。若不是京城玉秀坊这样级别的大铺子，
单买一匹料子就要卖了整个店铺才行啊。那不是这位客官打尖还是坐这儿吧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这位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没了。是六个铜板，没错吧？客官，阳春面五个铜板，老糟烧三个铜板，一共是八个。怎么会？我从红路镇上过来，那边阳春面只要四个铜板，老糟烧只要两个铜板。客官出门往前走，两个铜板的老糟烧就在前面不远百里处。那这老糟烧我不要了，就给我两碗面吧。好嘞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送一件重宝要去西域。是啊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就能号令天下。哎，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你们搞错了，明明是一个绝世的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出得来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那都闭嘴。几位客官，里边坐。让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您拿你店里最贵的酒，最好的肉来。您要多少？有多少来多少。这，这位客官，您的面来了。怎么？这位客官，本店都是先付钱再上菜，所以到底几斤肉几两酒还是提前说好为宜。你是谁啊？在下萧瑟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我没钱。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小店已经快一个月未曾开张了，这工钱都已经拖欠了。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这身裘皮大衣也值个百十两的银子。胡说，五花马千金裘，我这身裘皮大衣乃是天启城玉秀坊定制的，光是做便做了三个月，运便运了一个月，百十两银子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
我说你小子有没有听懂我说话？二两银子。什么二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二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打尖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大姐，老大，没事吧？那我就不得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。正是。雷无杰是谁呀？不知道。先说。也不知道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哼，这是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没听过我的名字，但是没关系，很快这个名字就会变得很有。什么雷无杰，无名小辈也敢在大爷面前装蒜？这是风刀挂剑，江南霹雳堂雷家，雷家雷无杰。老大，点子扎手，要不今天还是你个小毛孩而已，给我剁了他！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怕吗？这可不是火药，是我的无方拳法。哼，当然，你们想要看火药的话。少年梦逐浪逐城，今朝心几多年轮，好怀赠与长恨，能闯荡才算人生。狂寸剑冷峭激昂青春，他是我岁月风人，天涯
现在可记住我了，还不快滚！哎！啊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本就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哎！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说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，难道不是大恩？你仔细看看，你看我这店和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一百两银子。我没钱。哎，店的事先不说，怎么说我也算救了你的命，你这样也……我需要你救命吗？这功夫，一百两银子，我是真的没钱。但是，我马上就会有钱了。我马上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个地方我就有钱了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，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去雪月城的话，以他的身份从雪月城中拿出百两银子自然不在话下，而且这个家伙似乎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除了武功高强以外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啊，但是我得跟你同去。完全没问题。还有事后还账需要利息，我要500两。也是很多年没有走出去了。有道是看到动画发福利，获取幕后爆料、神秘设定、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，扫码关注官方微信就可以啦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，但你们要的东西注定得不到。这雪也太大了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停。刚刚有人生过火。你是哪宗唐门的人？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雪月城，唐莲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白发玉姬，轻功朱玉。既然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那就是要杀我们啊！接了帖子。